那又涨钱哦。哇塞、啊、哎呀，就对钱感兴趣了、哦、我们要好好活着。 这个饭呢、啊、我没怎么吃啊，喂鸡吧。行，太好了啊，太好了。不拿回去，不拿回去了。它这个米也不太好。好的，挺香的。还米还可以啊。啊，那你干嘛不拿回去？我不要了，不要吃了。哦。哎呀，老太太吃了一半多了。哎呦。你问人家还要不要啊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给他喝点水，等一下吃点水。哎呀，有钱赚嘛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还发工发钱的哦，又要发钱了，知道吗？要涨工资喽！我们全靠你们老的，知道吧？我们在给你们打工啊！哎呀，你马上眼睛都神采奕奕！啊，我们都在给你们打工啊，打工啊！是的，马上一说精神头手，眼睛贼亮贼亮。你就是一个大金主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笑的笑眯了。啊，刘老师啊，你的钱多到花不完呐，咋办呐？妈，到时候要涨钱喽，今年又要涨工资喽，知道吧？给不给闺女一点？给不给闺女一点？啊？大声说，给不给呀？看来还是不给哎，小气哎，给闺女一点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的还不够用呢，还给你呢，你想得美了，刘老师啊、哦，不给，不给他，是不是啊？给不给？我要吃，我要用的，是不是啊？给不给点？不给。咦、你说我都不够。咦、这么小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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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妈。131.68.95，还可以。你在研究啥呢？啊，就想把它研究掉。啊，这个把它插上，插好。嗯，不能把它拿掉啊、哦，拿掉氧气就不够了，知不知道？你又不想去做高压氧，哎，不能把它随便拿掉，好不好？要遵守纪律。要保老命，来，我回去了啊，我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明天有点事情，我明天不来了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请假，老妈，明天我有事儿，明天请一天假啊。后天早早就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呀？大声说话，大声说话。好，不知道在想啥，那就拜拜了啊！不想说话就不说话，好不好？没所谓。心里明白就行了，是不是？我想问你，你心里明不明白？啊？明白。老太太心里可明白了。妈耶，你跟我说拜拜。拜拜。大声说拜拜。